面对这些自以为是的敌人时，徐阳总会表现出如同魔王一般统治者的气焰。当他的魂力强势介入无情时态的精神世界后，数不清的记忆片段逐一浮现。徐阳指尖不断划过晶莹的光芒，每当他切割向一道碎片，对应的那段记忆便会彻底消失在无情时态的灵魂当中，成为一段空缺的背景。徐阳，你个王八蛋，快从我脑海里出来！徐阳笑着，急什么呀？我想看看当初在剥夺灵瑶宝玉的时候，你是怎样一种态度。很快，徐阳便追溯到了多年前的那段记忆。当时的灵瑶还只是一个稚嫩的女童，被大长老夺走宝玉，奉给了石老。天哪，这宝玉当中蕴藏的生命气息何等强大！若是能以此玉运天剑之魂，说不定能让我们的剑道修为更上一层楼，真正领悟天剑之境界。徐阳这才发现，原来当年掠夺此玉的提议正是这无情师太提出来的。哟，贼婆娘啊，原来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哼，那就付出代价吧。盛怒之下，徐阳掌中燃起无边烈火，在无情师太的识海之中肆意燃烧那些属于他的记忆过往，连同他的挚爱之人也一起消失在了他的精神世界当中。不要，求你放过我吧，徐阳，我知道错了。无情师太终究还是不舍忘记自己的挚爱，被迫向徐阳发出求饶的呐喊。徐阳也并没有太过绝情，给了这老太婆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跪在灵瑶的面前祈求她的原谅，这是你唯一赎罪的方式。徐阳的话让无情师太彻底傻眼，要让这个把面子看得比谁都重的老太婆跪在一个后生晚辈的面前，这是对她最大的羞辱，但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她当年犯下的过错和罪行得到宽恕。师太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当着石老众人的面跪在了灵瑶面前，他眼神之中蕴含着一股忏悔之意。都是我的错，这些年来我从那宝玉当中掠夺来的元气全都还给你。无情师太话音刚落，一点指向自己眉心，然后以强大的剑气波动连通自己和灵瑶的身体，绝强的剑气充斥着整个身体。那丫头以剑痴为名，原本就拥有无与伦比的剑道修炼天赋，此刻被无情师太传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无情师太超过八成的底蕴，一举来到元神境巅峰的程度，超越了他的师尊大长老，成为奇境当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女剑修。让徐阳没有想到的是，灵瑶实力的提升竟也无意间带动了白莲雪的实力复苏。哟，很好，老太婆，你已经完成了对灵瑶罪行的救赎，我会保留你曾经的记忆，但那些死在你手中的万众生灵永远不会放弃折磨你的执念。徐阳脱离无情师太的识海，也正是从这一刻起，那些曾经无故枉死在他剑下的亡灵们全都发了疯一般向他发出索命的哭嚎。原因很简单，徐阳在无情师太脑海中留下了一道难以抹除的复仇执念，让师太总是沉浸在有人向自己复仇的幻想当中，永远无法自拔。不，师太丢掉自己的宝剑，发了疯一般哭喊着嚎叫着，第一个挣脱了天剑内境消失了踪影，他疯了。天剑石老没等真正动起手来，已经被徐阳废掉了两人。老九傻了，老五疯了，剩下的八个人全都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准备将徐阳碎尸万段。石老的威严是不可侵犯的，你已经犯下了死罪。石老中那个白色袍子加身的最强者，也是天剑古镇的核心掌控者剑圣无心冷冷地发话：死罪，随便你怎么想吧，我只想让你明白，光凭你们这几个垃圾还没有审判我徐阳的权利，我要当着你们的面毁掉这天剑大阵，夺回属于灵瑶的东西。打到这种程度，徐阳和天剑圣地一脉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再无任何回转的余地。无心也不多犹豫，终是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腾空而起，第一个飞进硕大无比的天剑轮廓当中，人剑合一，以自己的意志牺牲为代价，激活天剑沉睡已久的剑魂。诸位师弟，随我一起引天剑之威斩杀徐阳。是，剩下石老中的七人同时发功，朝上方天剑注入强大的灵力本源，用以激活此逆天之力。不好啊，千万不要让他们得手，否则这天剑之魂复苏，再强大的实力也会被斩灭的。天剑作为大陆十大圣地之一的天剑圣地的最终奥义，这也是一脉的立身之本，一旦天剑复苏，整个大齐都会陷入一场浩劫之中，如此毁天灭地的力量并非一人之力能够抗衡。徐阳自己也清楚，如今自己尚未能突破炼气圆满之最终一步，真的对抗上这天剑圣地的至强一击也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徐阳就是徐阳，他认定的是就算是天道也没办法改变。
我命由我不由天。今日我便要看看这旷古绝今的天剑之威究竟能奈我何。正当徐阳打算动手时，师道七把神剑同时冲天而起，自行演化出强大的剑阵阻止徐阳，也是在为上方天剑完美复苏争取最后的时间。徐阳冷笑，大手一挥，擎起一股遮天蔽障，同时将这七把神剑扛在外面，赫然是以一人之力同时对抗七大元神境巅峰强者的剑道。每一把剑都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剑道传承，徐阳能同时扛下这七股力量，足见他的实力早就远远凌驾于元神境之上了。不可思议，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么可怕的炼气境修士。石老第三人狂剑仙怒发飞扬，表情有些狰狞的感慨着。的确，这个人只开了气门，证明炼气境的修为是没有错的，可他能够驾驭诸天灵力这样的本能，又像是通彻万古的至尊道行，无极无限，难以揣度呀。哼，就算他是个至尊又当如何，今日大哥以圣境之魂复苏天剑，就算是天下至尊也要陨落在此。别忘了，这里是天剑内境，天下间最可怕的禁地之一，就算是他徐阳也不能幸免。石老第四人那个矮个子老头似乎对天剑之威充满了自信，这小老头实际上是当年和剑圣无心一起勾住天剑绝阵的存在，虽然只是第四把交椅，但他的阅历和寿命乃是无心之下的第一人。天剑圣地数万年的沧海桑田兴衰浮沉，这老头都看在眼里，他不相信自己这一脉圣地传承会在徐阳的手中走向寂灭。我们要不要一起出手？看着天空中那七把神剑之威同时落在徐阳面前，凌瑶真的有些不忍，他不想看到徐阳因为自己出现任何的闪失，那宝玉自己不曾拥有，今后也可以不要，唯独不能失去的却是徐阳的背影。再等等，光凭这七个人根本不可能威胁到师尊，可是那天剑乃是大陆十大最顶尖的传承奥义根本，我担心会有变数。凌瑶和白莲雪两只玉手紧紧抓在一起，如今二人情同姐妹，心有灵犀，都对徐阳抱以最为炽热的温情。徐阳当空再施神技，七把神剑像是被一股极强的灵力长蛇死死禁锢，再难动作分毫。你们每一道剑力的根本都已被我看透，再用与之相匹配的属性灵力进行压制，纵有百剑千剑也毫无意义。徐阳反手再出一掌，七把神剑完全挣脱了石老七众的掌控，变成了听命于徐阳的七把利刃。斩！徐阳大令一出，七神剑同时原路返回，飞射而出，轰向地面上正在全神贯注引动天剑绝阵的七人。恐怖的剑力波动逐一降临，给七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徐阳亲临七人面前，挨个问候了一遍，给这名震天下的七老打得狼狈不堪，个个衣衫凌乱，血痕四溢。嘿，二哥，你怎么样了？石老中排名第二的天都真人鲜血狂喷，再无魏尊石老第二把交椅的荣耀，也正是他为刚刚徐阳灭神一击扛下了巨大部分的伤害，保住了其他人的基础战力。无妨，所有人集中精力，一定要帮无心唤醒剑魂，否则这个人必将断送我天剑圣地万年基业。好生照面了一波，这些人终于意识到了徐阳的厉害，浑厚的底蕴，层出不穷的攻法手段，更有深不见底的城府心思，这样的人不管从哪方面都是几乎不可能战胜的绝对王者。倘若重选一次，石老恐怕宁可让出宝玉，也绝不愿同徐阳交手。可惜啊，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徐阳这道不可触碰的火山已经全面爆发。突然一道仿佛响彻整个世界的震天剑吟荡开，这一声剑之鸣动以圣地为核心，迅速传向整个大齐州境内，一吟而八方动，再吟而天地惊，此等声势几乎都能与大陆至尊神器比肩了，足见此天剑的威力有多么惊人。剑圣无心的魂念在此时完全复苏，脱离自己的本体，融入到天剑本体，这种用自己的魂念操控天剑的威力，同在此时禁锢着天剑的九道枷锁不停地发出鸣动声浪，每一道枷锁的震颤都拥有超越元神境极限的恐怖波动。只有这种程度的力量才能让我兴奋起来。徐阳大笑着冲天而起，似乎唯有这样级别的冲击才能让他尝试着突破最后一道修炼关卡，达到更高的境界。白莲雪因有圣莲本体庇护，同样不会为这剑鸣之音所扰。至于凌瑶，说来也怪，起先他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冲击，可当他让自己沉睡在关云剑意中后，那种冲击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反倒是面前本就状态不佳、有伤在身的七老，因着九道枷锁的震颤，被弄得心神欲碎、痛苦不堪。徐阳，敢侵犯天界威严，去死吧！剑圣无心发出的声音震撼整个长空，九道锁链在极强的力量震颤下，终于开始逐个崩碎。每当有一道枷锁破碎，天剑本体的锋芒就会强大一分，散发出的剑势威力也会大幅提升。天哪，如此恐怖的力量，别说是毁灭一个人，就算是毁灭半个北荒平原也不是不能做到，要怎么办才能阻止他？凌瑶再也无法遏制心中的这一份冲动，他根本不能说服自己叫徐阳代替自己扛下如此致命的一击。你要干嘛？白莲雪抓着凌瑶，避免他做什么傻事，然而这丫头已经无法听进任何劝阻，纵然要死，她也一定要成为死在徐阳前面的那个人。姐姐，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承受这一切，这是我的命中一劫，必须要去面对的。正如万年前的你，如果我死了，属于我的一切就是你来继承，你替我保护好这个家伙是我欠他的。凌瑶掌风一震，立刻弹开了身边的白莲雪，整个人化作一道碧光冲天而起，飞向徐阳所在的位置。不，师尊，快阻止他，这丫头要替你阻止天剑之位。白莲雪呼喊着，徐阳立刻得到感应，本能地蹙起了眉头。遥想当年白莲雪出事的时候，徐阳并不在现场，如今辗转万年，好不容易凭借深海蓝心将他复活，徐阳绝不允许同样的剧情在自己的身上第二次上演。无心，既然他想死，就先惩治了这个叛徒。下方二长老冰冷的话音突然开口，此刻石老剩下的八个人全都鼓足了心思要灭掉徐阳，彻底霸占灵瑶的宝玉，同时捍卫天剑一脉传承，为那两个失了道心的伙伴复仇。可惜他们并不清楚，当他们将主意打在灵瑶身上的一刻起，徐阳这个掌控一切的主宰者已经提前审判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死。